因为电影已经没有位置了，所以我们来这个海边来吃个浪漫的晚餐。对面那个岛是那个竹富岛啊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虾子便当。哇，好大只的虾，太虾！它叫做蒜蓉啊，就是蒜蓉虾配这个通心粉、柠檬跟这个黄瓜这些。搭配着海景跟远方的这个竹富岛，那时候如果有一只海鸥扑向它，就没有鱼生。树形花，这个在台湾只在南投莲花池有。对，那只树形花出来，然后说莲花池。树形花，很大只，布也藏得太好了吧？财官龟，晚上根本看不到它。你看它，这是跟台湾同亚种吗？还是？哎呀，好问题呢，我又忘了查。好 ，OK， 没关系。应该是不同亚种而已。财官龟，它跟食蛇龟是金色的吗？食蛇龟的那个背比较圆啊，嗯，壳是黑的啊。食蛇龟它陆龟啊，对。这是树形蛙，对啊，这根本一样啊，八重山小雨蛙嘛。这种照片，我就会把动物放正中间。我也是啊，因为我回去就那种。对，我放在。对啊，这个叫八重山小雨蛙。光明就这样。我以为你有看到一公斤？不是，你自己看，它跟树形蛙的大小比较，再跟小雨蛙大小比较。小雨蛙不见。对啊，一猜小雨蛙就不见了。哦，太可怕了，这个外来种。可恶，没拍到。还餐出啊？还在。还在。刚才那一张被他跑掉，瞬间跑。哎，三叔，我也三叔。